浩哥，敢不敢挑战背包装1000发子弹，满1000发子弹后才能捡物资并辞机？我靠，兄弟们，啥意思？1000发子弹，这包里面能不能装下啊？3级包超体对抗也装不下吧？不管了，兄弟们，应该可以装下。他说了是装1000发子弹，并没有说装哪种子弹，所以啊，他没有说装哪种子弹，那咱们就随便装嘛。说实话，3级背包如果装那种9毫米或者是 UMP。就是那种.45那种子弹的情况下，它是还能装的，但是咱们没有装过，兄弟们，咱们也没有试过，以前也没有仔细算过。那咱们这把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吧，兄弟们。那咱们这边就直接加锁，什么都不能捡。然后这个背包呀，它也没有说能不能捡。如果想要装子弹的话，肯定要捡背包，还有这个2级甲或者1级甲，因为它那个头甲呀，不对，不是头，是甲的情况下，它是自带背包容量的，所以啊，咱们就。允许了，可以捡背包，可以捡甲，但是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捡。别着急，这边咱们先找5.56，5.56是不占背包的。说实话，最不占背包的是这个，还是这个.45和这个9毫米的呀。咱们等会儿看看够不够啊？这4种子弹多捡点。这个7点多子弹，说实话，我感觉是最废的。为啥呢？它的背包容量占的根本就不够，不用想，你哪怕4级背包也不够啊，更别说3级背包了。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捡到3级背包，这边的.45子弹，还有这种9毫米子弹，.45口径的，说实话它是比较不占背包的。这边咱们赶紧搜啊，兄弟们，我感觉如果咱们这把全程只拿这个.45口径的话，1000发，我感觉1000发应该已经够了。现在咱们身上起码得有个500-600发吧。这个喷子子弹肯定不能拿，这喷子子弹太占背包了。然后就是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最占背包的是这个7点多的，然后是5点多的，再然后是9毫米和这个.45口径的。咱们就把这个7点多的，我感觉可以全丢了。等会儿先别着急，先看看等会儿能不能凑够这个总共1000发。1000发，说实话多也不多，少也不少。别着急，这边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加速啊！哎，不能加速，这边有脚步声，不知道真人还是坤哥。别着急，9毫米子弹 ，nice。哎，别急，3级包，我去 ，nice。附近有个人啊，不知道真人还是坤哥，不管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这边只找子弹啊，而且现在距离上镜还有30秒钟。别急，这边继续搜一下，这边全程跳过，别着急，兄弟们，咱们把这个7点多给丢了。为啥呢？主要是背包容量现在已经满了，加在一起现在将近有个900多发，800-900发，现在800-900发是有的，距离还差100发，咱们这100发肯定要捡这个.45口径了。刚刚也说了，这边子弹还没看完呢，然后这边圈也刷过来了，咱们就赶紧进圈，不然的话进不去了，因为这边毒圈太多了，咱们也捡不了物资。说实话，度假的他这个图啊，他物资肥是肥，但是咱们现在捡不了药。现在距离1000发子弹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别着急，等会儿再捡。现在具体有没有1000，咱们也没有算，等会儿咱们进圈再算啊。.45口径继续捡。现在有个900发，1000发应该够1000发了。别急，咱们进圈慢慢算。从这下方算是180、130、180、180、30、180、60、90、140，加起来总共有1000多个。OK， 兄弟们，不信的话，兄弟们你们自己算一下，绝对有1000了。接下来，兄弟们，任务算是已经完成了啊。咱们现在正好身上也没有药了，接下来咱们只需要把这些物资全都丢了，这都捡过了，没有必要了。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捡把枪，然后接下来兄弟们开始吃鸡，开始捡物资，赶紧找瓶饮料啊，不然的话一会儿要被毒死了。现在身上啥都没有，枪械的话随便捡一把就够了。咱们这把我感觉随便捡一把枪已经够咱们吃鸡了。主要还是这个物资，把自动收集打开，然后接下来找药、饮料啊，这边应该有饮料，这边好像被搜过了。别急，现在距离上线还有40秒，40秒钟完全够啊。这边直接跳过，外面打得很火热，但是不关咱们的事情，咱们这边直接先嗑个药，等会儿嗑完这个药之后，咱们就进圈。现在场上除了咱之外，还剩8个人，这很刺激，连前三都没有进，不要着急。前面打得很激烈，但是兄弟们不关咱们的事情，当老六。毕竟啊，咱们现在身上物资没有那么多，现在连药、投掷物啥都没有，就刚刚捡了一瓶饮料，然后就没了。呀哈，别着急，在这边蹲一下，咱们去前面这物资舔一下。咱们现在身上是1头2甲以及这个3级包，真的是啊，很顺的，1、2、3，这起码让我捡个2头吧 ，nice。这边盒子里面看有没有药，来个急救包，我去，不是吧，漂亮，没有，不过没事，兄弟们，小问题，没急救包的话，那咱们就算了。不管了，咱们这把还是很好，一个大箱子一个针，然后加一瓶饮料，这边先喝瓶饮料，漂亮，兄弟们，
我就说嘛，咱们这个运气永远没有那么好，为啥呢？这个圈永远不刷到咱们这里。这边咱们就贴着芯片走，其他什么都不要干，不要钢枪，我怕碰到个满编队，那咱们就打不过兄弟们。这边咱们苟一会儿啊，然后贴着芯片走，来到这个轮胎，往这上面一站，等待前面打架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下一个圈等会儿也要该刷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人。对了，兄弟们，再说一遍啊，咱们的挑战只在评论区以及私信里面呀、啊。所以说呢，不要在我直播间说一下咱们的挑战，不要在直播间说呀。这边咱们进到前五了，除了咱之外还剩四个人呢，就是一 v 三 v 二，或者是二 v 二、一 v 二 v 二，只有这两种可能，那就没了，这把就好玩了。别着急，其实一打二或者一打三其实还是很容易，起码不是一打四啊，对吧？别着急，上面有人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楼顶，三、二、一，直接一颗顺爆带走，跪下。呀哈呀哈，没有扔到。看到了，估计别急别急，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那房顶，三二一，跪下，看能不能炸到。哎呀，我去我去，炸不到，别着急，这个毒圈真的疼啊，兄弟们，是真的疼，别急别急，打个药啊，这个针打完之后咱们就还剩最后一个药了，必须要进圈，不能扛了，最后一颗投掷物扔完，赶紧进圈，兄弟们，闪他们一下。 OK， 看到了，跪下，直接拿下，兄弟们，把这个人打了之后别着急，他有队友在房顶啊，估计看到我了，下来了，听声音打药，不对，打不了，来了，别急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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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跪下，完了，兄弟们，包也舔不上，这包没办法了，扛不了毒啊，就剩最后一个急救包了，别着急，一个全能医疗箱，急救包都没有。哎呀我去，左边毒死一个 nice， 看左边，兄弟们，估计是某个人的队友毒死了，那就很 nice 了，那就接下来是一打一，兄弟们别着急，这边咱们找个车呀，这边不是没有人吗，那咱们就开车，别急啊，开车出去转，听声音，就在这斜坡下方石头后面，看到了，就这个位置。哎呀我去，下来，跪下跪下， OK 兄弟们， nice， 挑战成功，直接吃鸡， OK 兄弟们，本期到这里，再说一遍啊，挑战只在评论区以及私信里面截图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Nice。